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快本下期太强了，嘉宾清一色当红艺人，周深热巴追名单提前曝光。快本下期太强了，快乐大本营这档综艺节目，相信不少观众每个星期六都有蹲点在追吧。虽然近期因为谢娜怀孕的原因无法回归节目，但是邀请的嘉宾可以说是弥补了谢娜不在的遗憾。在上一期快乐大本营中，嘉宾阵容可谓是很豪华了，不仅有刘恺威等艺人加盟，其中还有时代少年团的全体成员亮相，也瞬间吸引了不少观众们的追综艺的热潮了。不得不说，快乐大本营邀请的嘉宾阵容确实是很吸引大家了。本来以为上一期的快乐大本营中邀请的嘉宾已经够让我们满意了，想看到下一期嘉宾阵容之后才叫不淡定起来了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刘宇宁将会在快乐大本营中亮相。近期刘宇宁在娱乐圈中的活跃次数可以说是非常多了，不少大型晚会中都有刘宇宁的身影。对于刘宇宁能够在快乐大本营中参加，太期待他的表现了。嘉宾清一色当红艺人。另外我们在快乐大本营的预告中还可以看到吴磊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参加呢。吴磊其实在前段时间不久就已经在节目中亮相了。对于吴磊的综艺感来说，观众们都有目共睹。在综艺节目中常常能让观众们带来笑点的他，想必在下期的节目中肯定能为我们带来不错的表现吧。然后在下一期快乐大本营预告中，方逸伦也将会在节目中出现。不知道眼尖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呢？下一期的节目中是古装剧《长歌行》的演员集体加盟呢，其中方逸伦就在这部影视剧中出演了。对于方逸伦，观众们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了。身为当红歌手以及演员的他，人气以及热度方面是非常高的，想必有他出场一定会吸引到不少粉丝们的关注了呢。看到周深，热巴追定了。最让我们期待的可以说是周深了。下期预告中，周深将会在快乐大本营中加盟。周深的综艺感是非常强的，性格十分放得开的他，常常在节目中能产生不少的化学反应。更何况周深的唱功实力这么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在快乐大本营为观众们献唱一曲呢？想想都开始激动起来了。如今周深可谓是综艺节目中的深受青睐的嘉宾了，有他在一定是用不完的笑点了。这个阵容不看都不行了吧。而且在快乐大本营中，除了有周深这位当红艺人亮相之外，还有一位女顶流迪丽热巴也将会参加。这次阵容可真是太强了，拥有着十分强大人气的她在快乐大本营中亮相，这收视率真的要刷新记录的程度了吧。看过迪丽热巴综艺的小伙伴都知道，她的综艺感也是十分不错的，性格十分憨憨的她，也不知道她将会产生怎样化学反应呢。而且有迪丽热巴在的节目中，肯定也能吸引起不少的颜粉吧。然而在下期节目中参加的还有金靖，金靖可谓是十足的综艺人了，常常能够在综艺节目中爆出金句的他，可谓是期待值拉满了。况且金靖也是一位毫无偶像包袱的人，性格好而且综艺感强的他，肯定也能为观众们带来精彩的表现。最后一位是易大千，不得不说下一期快乐大本营中邀请的嘉宾阵容真的是太强大了，这下不追都不行了。以上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不知道大家对快乐大本营下期节目太强了，嘉宾阵容清一色当红艺人，看见周深和热巴追定了的消息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更多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敬请关注哦。